杜可风三个字会令你想起咩？今次佢会以装置艺术家身份展出佢最新作品《I Didn't Come Here and I Aren't Leaving》。作为电影摄影师的他，就希望运用文字、装置、音乐和拼贴影像，以及构成电影的重要元素，来创作出三个不同方面的装置艺术。就好像伊芙以水彩颜料画成一张又一张千奇百怪的形态，来歌颂女性身体美态。而这个好像沙滩的场景，还有那么多海龟、植物，其实是记录近来为港产片过界、做摄影指导的时候所拍得的种种灵感，记录了对现在香港的看法。一位自称染上白化病的中国人，在另一个录像作品里面一人分析两个，一个是来自西方的 Christopher 和来自东方的杜可风，以自己访问自己的方式讲述经历两种不同文化怎样影响他创作和生活方面。如果大家想认识多些这位名摄影师的创作方法，就不要错过这个展览了。